今年夏天最夯的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已圆满画下句点。在看完前两集的报道后，本集节目将带领观众朋友前往复兴岗营区，一起了解军乐一队体验营及新闻研习营等充满文艺气息的营队。由国防部示范乐队邀集三军军乐队共同承办的军乐体验营，安排室外行进乐表演，依教官口令演练行进牵走位，透过反复不断的操作，建立学员相互间的默契，并举行成果发表，将连日来的练习成果完美呈现在受邀前来的家人眼前，为自己留下难忘的战斗营回忆。我是第一次来参加，然后是看到就是文宣上面打说这是一个军乐体验营，所以我觉得说来这边可能是就是像看到一般在电视上面看到示范乐队那样子，就是那样子的形式，就我不知道来这边是这么的辛苦，就是原来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有这些辛苦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天下来其实虽然很累，但是蛮值得的，因为学习到很多平常不会接触的东西。我觉得跟学校里最不一样的就是纪律真的很重要，因为平常在学校你就只是念书看书然后下，不太会管你说走路步伐要不要一致啊，礼貌吧，我觉得礼貌在这里学到很多，就是看到不管是看到长官还是看到朋友，就是要问好。就是乐器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平常很少会有学校可以让我们走行进啊，来这边就是练习行进，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室内室外最大的差别就是室内就是看着别人走完就没了，可是你走室外你不是自己一个个体，而是团体要去一起行动，去完成一张图的队形，必须要靠大家的默契去完成，而且就像我们现在在太阳底下训练，就是需要非常大的意志力。因为他从小都是参加那个西乐的那种乐团的表演，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走行进。那我觉得他今天表现得非常好，然后没想到五天可以训练成这么的整齐划一，然后在他靠近我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跟他的气是很饱足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体验营呢，让他有很大的一个成长。对，我觉得因为我们平常对国军里面的东西比较不了解，然后可能都会有听人家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他亲自来体验后才哦原来其实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说让现在新的孩子新一代孩子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跟深刻的回忆，我觉得非常好。同一时间，另一场景，一队体验营学员们区分三组，分别象征陆海空军一队，由一队官兵教官指导练习不同的表演操走位及操枪科目，期望能在结训前的成果发表中完美呈现训练成果。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念机械科，那全班都是男生，那男生呢他们在一个阶段上一定会经过当兵嘛，那之后我一个女生，我就会想去体验看看那军中生活是什么，刚好就有这一个活动，那我就报名参加了。练到手真的很痛，然后有撞到，有一点点小小的淤青，那可见他们比我们训练的时间还要长，那一定一些身上的一些伤口还有淤青会更多，这样子很令人钦佩。对，我想要来参加一队是因为它很像一个大家庭，然后不论是教官还是学员都可以相处得很融洽，然后在参加今年是我参加第三次，然后学到的东西不只是枪法，也是学到他的精神所在，就是永不放弃，没有还好，只有更好的精神。就很激动啊，然后看到自己的小孩跟那么多其他优秀的孩子，然后他们是真的很辛苦的在练，那我们觉得当家长觉得与有荣焉吧，很感动。我们自己也有这种办营队，我们知道每个活动那个付出的背后都很大，然后看到他们是真的投入，我觉得这是全部人的付出。镜头来到新闻研习活动，
除了让学生们到虚拟摄影棚与录音室见识电视拍摄和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外，更让他们亲自登场担任新闻及电台主播，模拟播报新闻。另外也安排学员们参访汉声电台、青年日报社及军事新闻通讯社等军文单位，实地了解国军新闻媒体采访作业制播实况。我爸跟我说有这个营，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然后看一下，哎，好像还蛮不错的，毕竟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营，然后又对新闻有兴趣，然后就来报名了。那印象应该是 SNG 吧，因为 SNG 就是不是只有这边有，可是是第一次真的可以进去车内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嗯，所以是最有印象应该是那个。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很贴心的小孩啊，所以出来不太担心啦，因为应该他都蛮独立的，只是希望在这个地方可以让他学习如何把自己的个性更圆滑一点，也很开心看到小孩子在这个地方，有学到他想要的东西。今年度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丰富多元的活动内容，不仅让每一位参与的学子贴近国军，也让前来参与的家长更了解国防事务，相信他们将来都能够成为全民国防教育最佳的种子与推手，让更多人了解国防、亲近国防，进而支持国防。